S 型的人行天桥，两根支撑住用钢索吊起长长的桥身，外观呢、就像张开双翼的巨鸟。当初曾建造这条笕桥来自于行人安全上的考量，这里的交通车流量很大，附近学童学子上下学的时候走在这儿都让人看了提心吊胆，于是守护杀戮的巨鸟之翼就这么诞生了。由投票决定名称的杀戮之翼，除了白天雄伟的模样之外，到了夜晚点上七彩的灯光之后，呈现出不同的缤纷色调。而这样的特殊景观也让许多热爱摄影的人特别来到这个地方拍摄夜景哦。